丹丹，就叫大名。对，嗯。两位平时共同话题多吗？喜欢聊一些什么话题呢？共同话题还蛮多的，我觉得。嗯，因为咱俩以前都是同行。对，然后也聊聊八卦。对对对，现在也是同行。两人之间有没有同款和大家分享一下？我知道有一个。其实我们两个用的是都是用的一个品牌的。抽纸和折，我一般都是买两个品牌。然后那天我就特别下意识的在你桌子上抽了一张，然后 One hour later， 还有我上次买了同款的手机壳，对，一个牌子，一个牌子。夸一夸对方身上最欣赏的优点。自然，我们是自然表演艺术家。自然，什么鬼？我们两个都不是科班出身的，所以我们两个还是比较同频的。对对，然后可能我们两个搭的时候就比较就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。嗯，是。对彼此的初印象和现印象有区别吗？初印象就挺好的。哎呀，这女孩挺高的，不会显得我特别高是不是？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说出对方身上和角色最像的三个特征。就很像，我觉得就其实一开始就说徐友仪的时候也说了是楠楠，然后一看啊，这就是这个样子吧。应该我觉得他是很像，因为刚刚个人采访这么说了，他是很像的，就是感觉话比较少，然后比较文静。对手戏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是什么？我们两个的戏都分得特别，要么就是两个人打打闹闹，要么就是两个人在聊一些感情上的事情，嗯，就是很舒服特别温馨的事儿。就我现在就惦记的那场那个水下的戏。我也是，就现在特别怵那场，特别怕。有一场我在水下救他的戏还没拍呢。应该会成为我们俩印象最深的戏。对对 对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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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方说的最多的一句台词是什么呢？微微啊，对，我说的是微微。他说最多的一句不行，是对，我对你说啥都是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微微不行，或者是好。会不会想要尝试对方的角色呢？为什么？嗯，他的角色我说实话还真没演过，就是比较没什么，就是没有什么感觉，应该没有什么台词，还你天天打呀，天天动。哦，那我不想。徐友仪，哎呀，这感情纠葛，麻烦了。但也挺好玩的，身边很多男人。那我就拿给你，我不要。两人中谁是片场的快乐源泉？好像不是咱俩，好像都不是我们俩，是男神。对，是男神。我们俩都不是快乐源泉，我们俩可能是肥沃的土。对。两人中谁是颜值担当？那这都不好意思呢。不是，我负责帅，你负责美。哦，那好吧，那是我吧。两人中谁是当之无愧的吃货？嗯，我。毫不犹豫，是我天天诱惑我。对对对对，我太馋了。两人中谁是平时在现场做过糗事最多的人？没有什么糗事，咱们形象维护的都挺好的。没有出过错，都很完美。对。两人中谁是片场中的吐槽王子？吐槽都还好吧，我们没怎么吐槽。哦，我们吐槽好运气。哦，对对对对 对， 对，我们俩都吐槽。哎，全组都在吐槽，也不止我们。运气太难搞了，真是我们组男一号戏霸戏王都得捧着他。尝试一下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。该我了。你觉得张楠是你见过最漂亮的女生？当然了，我们这个戏里除了你没有女生了是吗？其他女生都死了。
整个剧组里你认为张楠的才华是最高的？当然了，毕竟我写了那么多本书。也是，比起做模特，你觉得演戏更适合你自己？当然了，那演戏还可以演模特嘛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自己离爆红只有一步之遥了？嗯，当然了。我正在朝变成富婆的路上努力着，加油，带着我，用我的带上就好。嗯，你觉得孙一涵的演技比张楠好？当然了，我演个男人多好演，是不是？我演男人不比周恒好？嗯，倒是，是不是？不比周恒贴心？嗯，我还赚奶粉钱，我还养着孩子呢。OK， 结束。